乖乖，这只狗的名字叫小太阳，这是发现人打了一个车给我们送过来的，两个眼睛都没了。是一只博美，这个毛呢一坨一坨的，身上很多虫，不知道它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，难道两个眼睛都没有了？性格很乖，很胆小，眼睛保不住了，那我们不会放弃的。寄生虫皮肤病简直了，这个身上，天哪，给它剃毛的时候它会很舒服，因为痒，那它的脚一直在跑，这个是不正常的啊，好好照顾啊。对，小太阳，小太阳，小小的个子有大大的能量，加油！小太阳是今年一月份发现人送过来的，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他很可怜，大家可以看得到他是没有眼睛的，就是一个瞎子，很不容易啊！祝他越来越好啊！后面叫我们激励啊，身体健康。希望大家看到小太阳这个小朋友的时候，然后对待身边的流浪动物，不要去驱赶他，尽自己的能力，能够给他一些水和食物的。给他一水和食物，谢谢大家。希望我们能从小太阳身上看到，就算生活对我们再不如意，我们也要坚强地活下去。加油，奥利给！